原标题《如懿传》和《延禧攻略》都骗人，看了清朝妃子的真实颜值，当皇帝好惨。文树小妮这一个月间，大家的朋友圈一次次被宫斗剧轰炸的没完，从《延禧攻略》到《如懿传》，再加上火到现在都令人念念不忘的《甄嬛传》，后宫里的美人那叫一个多，让人禁不住感慨，当皇帝也太幸福了吧。可是别忘了，电视剧终究是电视剧，真正历史上的后妃真实颜值和想象中差距还是蛮大的。秦岚饰演的富察皇后温柔端庄，眼波流转，被称为容音小天使也理所当然。而画像上的富察皇后也是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，弹着演的高贵妃，飞扬跋扈，爱唱戏，看着就是个不好惹的剧。可从画像上看，眉目清秀，倒是副与世无争的样子。说实话，这组画像里大家长得都差不多，若不是右边写着名字，简直要上演大家来找茬。纯妃眼睛圆一点，鼻头大一点，看着敦厚。嘉妃长得很端正，但也没什么特点。御花园卡拉 OK 歌神淑妃呢，感觉圆滚滚的，天生一张圆脸。庆妃陆婉婉算是画像上最有特点的妃子了，因为眼睛上挑，还有点斗鸡眼儿。看来看去，吴谨言扮的令妃和本尊还真挺像的，一样的面容清瘦，一样的五官寡淡。不过画像上的令妃似乎有点龅牙秃嘴的迹象。前小子乾隆帝的后宫里颜值最高的，想来想去就是香妃的原型容妃了。《还珠格格》里的香妃天真活泼，张嘉倪扮演的容妃后改成顺嫔，冷艳魅惑。而现实中的容妃看起来分明就像个外国人啊。除了乾隆的后宫，还有几个你们熟悉的后宫女人真实长相和电视剧里差别蛮大的，比如乾隆亲妈钮钴禄氏，也就是孙俪扮演的甄嬛，后期黑化了，眼神仿佛能吃人，可现实中的甄嬛丝毫没有那股狠劲儿，分明是个慈眉善目的奶奶，能活到86岁高寿，可能也真的是心态很好很宽容吧。孝庄秘史里想必你也曾被宁静扮演的孝庄美到过，想起大玉儿和多尔衮的爱情，这么多年了还是热泪盈眶。然而现实中的孝庄太后是个胖乎乎的蒙古族老太太啊，所以你以为的多尔衮和大玉儿是这样，现实中的多尔衮和大玉儿却常下面这样，这对 CP 你还站得住吗？在没有照相机的年代里，这些历史人物的真实样子我们只能看画像去想象，但在晚清上流阶层已经开始拍照，你这才发现原来画像里的颜值都是美化过的。皇帝真的好惨，你以为的后宫选秀是这样的或者是这样的，再不济起码也能在这么多人里挑出几个清秀佳人吧，可实际上的选秀却会让你大跌眼镜。这些秀女年纪尚幼，分明还是些孩子，后宫妃嫔格格站在一起，气质容貌都是一等一的好看，熠熠生辉。实际上的后宫嫔妃呢，这是几个嬷嬷吗？你心目中的公主应该像《还珠格格》里那样青春可爱，但清史考记录的最后一位清朝公主容寿固伦公主却更像公主的奶奶。现在知道为什么慈禧太后一直以自己的美貌为傲了。在这样的后宫里，爱拍照的她的确能算得上颜值出众。电视剧里的皇后正襟危坐，端庄大气，和光绪帝的隆裕皇后常这样，刘涛的瑾妃和现实的瑾妃比，只能说宫里的伙食确实不错。瑾妃的妹妹就是著名的光绪宠妃珍妃，看得出的确容貌端正，可就是这难得能跟皇帝两情相悦的妃子却被投了井。光绪之后末代皇帝溥仪的妃子也很要命，他之前最宠的妃子文秀按现在的审美完全不好看，可他性格却很好，很爱笑，
也很有独立精神，成了敢跟皇帝离婚的第一人。末代皇后婉容生的其实很好看，但后期因为吸食鸦片一直病恹恹的，毫无精气神，最后郁郁而终。后宫佳丽3000人，朕却想要去自杀。你以为皇帝拥有一堆妃嫔很爽，但皇帝心里也很崩溃啊。不过比皇帝更惨的当然还是那个年代的女人们，她们对自己的婚事完全没有决定权，她们的全部未来都寄托在夫家身上，无法独立，更不知独立为何物，没有爱情更无法追求爱情。皇帝的妃嫔是如此，寻常百姓更是如此。像尔晴那样的一品诰命夫人，像一尊没有灵魂的木偶。据说某亲王最受宠的福晋，即使穿戴的足够气派，但还是一派死气沉沉。如今我们拍的母子照都一片温馨美好，可当时就算是抱着娃的妈妈，眼神里也没半点光。没有灵魂的女子，就算生得再好看，也成不了美人。跟他们比起来，这位叼着烟袋洗衣服的大姐，就算再做苦活干苦工，反而更加生机勃勃。别怨那个时代拍照技术不好，下面这对母子看起来就可爱很多。虽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背景，但眼里有光，脸上带笑，起码过着幸福的日子吧。看了那么多的宫斗剧，才发现后宫的女人就算最后成了宫斗冠军，也不是胜利者，因为他们被限制被打压，终究是皇权和男权社会的提线木偶而已。当公主，当皇后，当女王，其实都不如做最好的自己。让你发光的从来都不是容貌，而是那颗与众不同的灵魂啊。 And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